Hello， 各位众，今天为大家带一款新的游戏，这款游戏叫做 Back to the Future。没错，你看到在这应该就很熟悉了啊，这款游戏是大概2010年的时候就出了，只是因为就是那时候其实蛮冷门的，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那这个游戏公司叫做 Tatogen， 好不好？就是做《因斯路》那间公司。讲到《因斯路》，大家一定有玩过这个游戏，但是《回到未来》这款可能没玩过。但是因为最近呢，刚好是《回到未来》的30周年，所以出了这个一部曲到五部曲的章节，融合在一整块游戏里面，而且 Steam 又做一个大特价，所以我就买来玩了。但是这款游戏比较有缺点，就是没有人汉化它，所以这整款游戏都是英文的，好不好？但是我觉得我有那个毅力，我想要边玩游戏边把英文也翻好，好不好？让大家一起跟我回到未来，好不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New Game， 赶快来看一下。我有看到这个车子的内部多么的熟悉啊 ！Before we beginning， 哦 ，would you 哦，他是说就是在我们开始之前，马蹄会有一些新的目标，那要不要通知你 ？OK， 当然要啊，不通知我们怎么玩，好不好？这类型的游戏，以前因斯路我也没玩过啦。哦 ，Tatogen 就是这家公司 ，Tatogen。OK， 来吧。All right, I'm ready. 我准备好了。哦 ，I'm ready. Good evening. 这是 Dr. Brown 在讲话。我们现在在这个公园里面哦，要进行这个实验。现在是1985年10月26日凌晨的1:18，第一次做实验哦，好不好？爱因斯坦，这只狗叫爱因斯坦，好不好？Get in there. 我们现在要把这只狗放在这台时光机器里面，带它去旅行啊，好不好？真的没问题吗？所以现在我们对时间哦，都是1:18，没错。OK， 有同步 ，OK， 同步了。Have a good trip. 祝你有一个好的旅行哦，快乐的旅行。真的要把狗给送出去，这样子感觉好像不太好。你要用这个遥控器来操作车子，遥控车子。Watch this. 他说看这边，注意看。哇塞，真的可以操作哎，太神奇啦！哈，一整个就是充满科幻。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呢，哦，他说不要拍它，拍车子。OK， 我们先拍，我们先讲。哦，先来翻译一下。OK， 怎么了？跑去前面，真的做得蛮像的呢，蛮有惟俏惟妙的感觉的啊，哦，就是那些动作啊、神韵都可以。OK， 他说这台车子就是到每时速的88英里的时候，就会让你哦吓到哦，好不好？88英里大概是我们时速的141公里左右。来了，准备启动到88英里啦，时速 OK， 真的不见了。哎呦，有选项了。那这个游戏是一些就是对话选项解谜啊，那可能每个选项会有一些分歧点，不过听说最后还是会回到原本的，好吧？大特说，你看88英里的时速就不见了。那第一个是说你分解了爱因斯坦吗？第二个是说卡尔在哪里？第三个说发生了什么事？好不好？你分解爱因斯坦吗？你分解了他吗？哎呦，车牌，这个电影也有出现。你把爱因斯坦分解了，巨石。他叫我们冷静，我并没有分解爱因斯坦，只是他们在不同的时间点 ，OK？ 哦，不是不见了，那到底他们在哪里？这是个好问题啊 ，When the King， 他说等一下他就会回来了，好不好 ？I see that in the future， 我把他送到了未来。第一个是说你在说什么？马蹄说的，你在说什么啊？你制造了个 machine， 是这台跑车，是用跑车做的 machine，time machine。你把狗放进去时间机器里面了，我们选这个好了。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们不敢置信啊，居然能够时空旅行。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到底在说什么 ？A time machine， 时间机器，怎么有点那个的感觉？你的 car style， 他说就是这台跑车做这个。哎呦，哔哔了，时间到了， 是准备要回来 ，Look out， 小心。我觉得他那模组做的蛮可爱的，而且又做的有那种神韵，还蛮像。有吗 ？Doctor，Doctor，不对呀，啊！哎呦 ，Where's the car？ 马蹄充满了疑问。他说应该在27秒之前就要回来这边了。到底发生什么了？爱因斯坦怎么了 ？We need a 需要想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可以去拿我的笔记本吗？好不好？我们去帮他拿笔记本，哦，所以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 get that notebook， OK， 现在可以用走的， OK， 我们继续走。Now select the tow bus to search， 他叫我们去找工具箱，然后找到 Doctor 要的笔记本，然后 tow bus 就这个 tow bus，
Notebook. 哎呦，找到了。Got it. 哇塞，全部都是那个，哎呦，就是这个通流器，是通流器，电流器，就是要时光旅行就需要这个。这是他说这是他的最新发明。这个笔记本记载了我30年的记录啊，好不好？没有它就没办法制造出时光机器。哇塞，多么伟大的发明啊！然后马蹄就说：“这到底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啊？这听起来很熟悉，难道博士已经讲了多次？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吧？”然后博士说：“就是如果这本笔记本落入别人的手里的话，我们就惨了，被落入坏人手里就危险了。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先离开这里。Doctor，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离开这里啊？怎么了？突然，等等。”哎呦，又天打雷劈，风云变色。哎呦，博士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Doctor， 怎样？很不寻常哎。Time， 哎呦，消失了。怎么了 ？Christ， 天哪 ，Scott， 天哪 ，What is it？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我犯了一个错误，严重的错误。Doctor 消失了。哦，这他就是因为就是可能改变了历史，所以造成现今的一些不存在的现象。I'm sorry, Marty. Come back. 大哥不见了，这样我们怎么找回他？爱因斯坦不见了，况且这么繁琐复杂的东西，我们怎么办？哎呦，是做梦吗？哎呦，握握手。Marty, is everything okay? 还有，你还 OK 吗？你还好吗 ？Yeah, Mom. 是妈妈在讲话。It was just a nightmare. I was a nightmare. Nightmare 就是噩梦。我哇，真的朋友，我以为我还在过去跟 Doctor 在一起，所以 Doctor 到现在都还没回来。现在已经在1986年了，所以已经过了一年了，是不是 ？Better get up. Your father's waiting for you. Huh? Weren't you going to meet him over at Doc?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 Doctor 的实验所。OK， 我们知道了，到底发生什么 ？Back to the future。OK， 这就是序章啦、啊。那之后呢？我会陆续的连载。那我们下集再见喽，大家拜拜。那海边你会想要吃什么？吃海鲜嘛，对不对？这里刚好有一个海产店，我们来盖一下吧，只要500块而已，超便宜。这是人家盖的模组，这个海。